魏淑玉，魏淑玉她就是那个。魏淑玉从小的时候就把乐嫣当妹妹了，从来就没想过那一部分的事情，从来跟乐嫣之间从来没有想过把她当成女朋友的事情。在她身边唯一一个异性就是魏淑玉，所以她会觉得哇，这个淑玉哥哥我好喜欢他，我可能梦想要嫁给他，然后给他相夫教子，就是我的终极梦想了。一点眼光都没有，真的是。你喜欢魏淑玉，既然喜欢魏淑玉，她不喜欢你，你要强求干嘛呢？对不对？但是你心里知道，她喜欢你，她一直很在乎你的感受、你的想法，你舍得让她难过吗？我的事不用你管。因为浩都是一个非常有距离感的人，他觉得自己是个侍卫，不能够跟公主走得太近。根本就不爱乐嫣，他心里是有自卑的，可能有些东西，比如说喜欢一个人，他不会去表达。很多地方他其实都可以表白自己心意的。乐嫣，没有办法，那为了成全他们，那我只能做这样的事情。大可不必，就没有你，我们会更快，你明白吗？早点选择我是应该的，最暖心的事情。乐嫣带着浩都去街上买兔子糖，然后浩都没有找到他，找到他之后就冲过去抱住了他，说小兔子，说我以为我又把你弄丢了。我觉得最暖心对乐嫣来讲是有一个人这么害怕你丢，好好照顾乐嫣。我对浩都和乐嫣他们两个人的感情我是很欣慰。阿迪他在我眼里真的是年轻人，最年轻的那一批。包括这种东西，他却这么说，背地里苦练也是你。你看我这个，我这才是完美。然后让我每天给你分享年轻人的东西也是你。回头。好好。然后你现在告诉我很幼稚。你的意志力不够强。完了，不行。这个是我发现的啊，那我们一块试一试。咦，两个人是不是更强了？为什么只能是我呢？好吧，多幼稚啊！多大的人了，比我还大，干嘛还搞这种？后来证明了是假，你指的好多人他都没有感觉。幼稚，那我后援都是好幼稚，好幼稚。我操！